希望大家首先俾個like啊，未訂閱我哋啤梨頻道都快啲訂閱，希望早日可以早啲去到30萬、40萬、50萬，甚至100萬嘅訂閱。咁啊，另外啦嚇，即係大家都可以啊，即係多啲分享，多啲留言，無論睇直播或者睇重温，都可以多啲留言啊。咁啊，過埋啲集嘅最新分析咧，咁啊，聽日就會知道啦。咁究竟喺我哋太子嗰邊啊，即係。 錄影室嗰邊啦，究竟會唔會繼續喺嗰邊租？咁啊，呢樣都唔到我決定嘅嘛，阿啤你就自己諗啦，好啦。